老师啊，哎，那个刚才您怎么说没演过两口子？我怎么觉得你俩演过两口子呢？演过两口子？没有啊。那什么，咱们不是吗？那个《爱情最美丽》。爱情最美丽没结婚呢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没结婚就不是两口子，对对，对啊、那是恋人。不是演的是他追求您吧？好像。对对对，是吧？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说，白老师太棒。嗯，我们在那个戏里头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什么情况？白老师，这个镜头让我太意外了，因为我们呢，就是那场戏呢，就是去海边儿，那个他呢向我表示一下，就带着那个摄像机去给我照相啊，到海边上照相。